我当时看到车子快翻了，我就趴在那个坐椅边子上。我就是看到车子快翻的情况下，本身它就翻的不一定有个过程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趴在我那个坐。昨天下午2点半左右，在104国道许氏村路段发生一起重型集装箱大货车翻车事故。在现场，记者看到大货车的车身全部翻转，呈底朝天状态，而车头部分全部变形，一旁散落着无数碎玻璃，车内机油、柴油洒满。